曾该想念，世界是魔性叹息，心用谎言假象，时光反卷侵略，身体灵魂撕裂，于是用最后能量把城市分辨，无论谁的命运终点，不是要找寻答案，还是保留最初感觉，无论哪个你在出现，一起逃出所有虚化，来一口。嗯，这就真烈。你心里有事，自然会觉得小烈。情之一次，最是伤人。每个人都有感情，可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爱。在有些人心里，总是以爱的名义绑架着别人，但是更多的人会为了爱付出自己，这样的爱才是人间大爱。初夏是这样，安逸飞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可是大家都说，往往先付出的那个人就输了。在感情的世界里面，哪有什么输赢啊？也不是所有的感情都需要开始。可是我一直都是看着别人的开始跟结束。其实很多事情，主动权在自己手上。你可以高调的把它拿起来，也可以潇洒的把它放下。我现在就想放下。去吃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。我真笨，连花都照顾不好。断了就再也接不回去了。为什么连他也这么脆弱？可是这片花园还在啊，明年它会长出新的芽，开出新的花，对吗，小凯？那我们明年还来看他们吗？嗯，虽然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在哪，但不管在哪，以后每年都要回来这里一次，看看花，陪陪逸飞，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嗯。别难过了，逸飞一定也不愿意看见你们为他伤心这么久。嗯，知道了。你答应我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无论我们变成什么样子，都要一起回来，好不好？保证。
卢先生，卢先生，你怎么样？来人！卢先生，卢先生，我做到了，我绝真做到了。 昆多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这是用吸收了月秋野特殊能力的特殊能量石制造出的一种稳定剂，对月秋野和学长这种人为干涉的特殊能力者应该会非常有效果。哎呦喂！怎么了这是？ 蜂蜜水很珍贵的，就给他们喝吧。喝了吧，不差这一杯。都是因为我，大家才受了伤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两码事。可是他毕竟是我爸，现在他在外面，大家就只能在屋里躲着。虽然大家没有怪我，可是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，它不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，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你自己静静。 我是来跟你说，我要下山了。可是山下有危险，我会小心的。你要去哪儿？还没想好。或许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开始生活吧。你不会打算去杀萧瑾吧？ 我不知道，但如果那天在海边你没有心软，也许现在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。但是萧瑾也是受害者，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。关浩，你别忘了，你跟萧瑾没有关系，你现在是跟初夏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从头至尾爱的都是初夏。那你就好好对她。如果让我知道。 有一天你辜负了他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我都会来把他带走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初夏幸福的。林希月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真心拿你当兄弟。希望你快乐，不要活在痛苦之中。那样的话，就太不幸福了。我知道。 就说过，你对我有用。卢先生，您刚才是怎么了？我好像只得到一半的特殊能力，有些控制不住的，差点儿就被他反噬了。那怎么办？在这个稳定剂用完之前，应该是没事的。不过，就剩下这么一箱稳定剂了，我可不能坐以待毙。 你们三个去国找关浩的父亲。
疗养院、护理中心、医院，一家一家的给我找，哪怕是把整个滨海给我翻过来，也要把那个老头给我带回来。是是，放心。笑不出来了，大叔。哎，他们都能听懂你说话。哎，大叔，这什么特殊能力啊？幻风。嗯？幻风？怎么，想试试？拿这个。全是你的口水。哎，小雪，哎，要不然我试试。哎，你确定你会吗？哎呀，我是谁啊？这有什么不会的？那好吧，你小心点啊。哎，你看着，没问题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！大叔，你看，快跑！哎，跑！哎哎哎！你吹反了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，小雨笑了，小雨她笑了，哇，我太痛了，救命啊！哎呦，疼疼疼疼疼疼！你现在啊，太像一只刺猬了。有吗？哎呀，没事，只要你高兴，不说刺猬了。给好猪我也愿意啊！你是为了我？是啊，我看你整天闷闷不乐的，我就想办法怎么能让你高兴高兴。哎呦，你这样憋下去会憋出病来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了？哎哎，对了，我屁股上还有两个包呢，你帮我弄一下好不好啊？哎呦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呦，疼啊！哎呀，你这谋啥亲夫啊？你是谁的亲夫啊？大叔，你来帮他跳吧，我不管了。哎，别啊，小雪，我还想和仙飘飘。还是你好，大叔。你以为我关心你啊？啊，我是心疼我的蜜蜂，你被他叮一下，你也就长一个包。啊，他连命都没了。哎呀，还让门活了。哎呦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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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卢先生。是。
什么事啊？小姐已经回来了。爸，你还有什么脸叫我爸？你的心里面不是只有那些朋友们吗？以前是我太任性了，总是缠着你，让你帮我实现各种各样的愿望。可是现在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会乖乖回家，什么都听你的。我只希望你答应我最后一个愿望，我求你收手吧。做不到。我从小就教育你，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。我替你达成了很多的愿望和梦想。那你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？我的理想就是杀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特殊能力者。爸，你说的也包括我吗？我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。等这些特殊能力者死光了，这世界上所有的普通人都会感谢我做了这一切。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还一直在他们面前维护你，你怎么这么残忍？残忍？当初我就应该更残忍，一把把你给掐死了，却还要我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女儿，尽心尽力的把你抚养这么大。你说什么？你还真以为你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？你不过是我认养的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事到如今，我还需要骗你吗？你为什么不乖乖的听我的话，安安静静的生活？你为什么处处的跟我作对，破坏我的计划？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，你只不过是一个跟他们一样等着被毁灭的特殊能力者。昆诺，杀了他！去啊！太天真了，我早就看得出来，你别有用意。怎么，你现在想站在他们那边，一起来对付我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。我就算再理解不了你那些理想，就算你给我的任务，我再不想去做，我也会努力去完成。但你今天对小雪这样做，让我实在是不能忍了。你太没有人性了，她毕竟是你养了21年的女儿。背叛我的人都得死。好，我的这条命是你给我的，现在你把它拿回去吧。让我杀小雪，我死都做不到。小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。我求求你，你让他走吧！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？快走，哥！走，快走！
回来了。小雪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哭什么？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爸杀了昆都，他又杀了所有人。好好睡一觉，我守着，你别怕。我爸说我不是他的女儿，我没有爸爸了。没关系，你还有我在。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。那我们就做一辈子的亲人，好吗？嗯。原来卢焕太想成为最强的特殊能力者，是为了毁掉别人的特殊能力。艾利克斯利发现的早，所以才隐瞒了我分配者的身份，然后在我小的时候从英国带到闽海，交给我现在的爸爸，是为了不让卢焕太发现我。但是萧景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想赶在他之前找到你，杀了你，成为最强掠夺者，没想到却被林希元追杀，阴差阳错把这个记忆植入到你父亲的脑子里。卢焕他一直跟踪萧锦，为的就是把你们聚在一起，把所有的特殊能力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。有些人总觉得上天不公平，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公平地使用权力，却没有想到去剥夺别人权力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。是啊，卢焕他只看到了眼前的光明，却没有看到自己脚下的阴影。最黑暗的并不是什么特殊能力，而是人心。卢先生，还是没有查到关浩父亲的。你这个废物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关浩，你以为你躲在山上，再把你爸藏起来，我就拿你没有办法？心很忐忑，天空又变灰色，他从没放弃过，他说过等到春暖花开了你就回来了，说好的当初一起许下的承诺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求婚仪式，很多人跟我说在求婚的时候应该说一段誓言，可我想了想，不知道说什么来表达我对你的爱。遇到你之前，我以为我拥有一切，直到我在机场遇到你，我才知道我一无所有。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了你，也感谢你选择跟我在一起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陪着你开心，陪你闹，永远守护你的纯真，你的笑，直到我们老去。
小雪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雪，我愿意。爱你的人并不是很多，你要学会好好的把握，为了幸福都放弃了自我，你还在追求什么？幸福的人也不是很多，学会珍惜，不要再错过，一起走过春夏秋末，简单的快乐，那份简单的温热。不愧是特殊能力者中的佼佼者，事到如今还敢自投罗网，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啊。我在实验室受了伤，都成这副模样了，我还怕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要我的特殊能力吗？好啊，我给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哪来的自信跟我谈条件？你现在还有什么跟我谈判的筹码吗？我听说你一直在找关浩的父亲，找到了吗？何必这么麻烦呢？你想要关浩，我也想要关浩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不如我们联手一起把关浩抓回来，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条件？我只想要初夏的命，等我杀了初夏，我的命跟关浩的命都给你，怎么样？这笔交易划算吗？就这么简单？就为了要初夏的命，你可以交出自己的命，还有关浩的命。如果得不到关浩的爱，那我的命和关浩的命，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哦，真想好了，真的想好了吗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没什么好怕的，就看你敢不敢赌这一次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守信用。如果你敢背叛我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你达到了目的，我就达到了目的。好，即刻上山。是，卢先生。卢先生。西元，你怎么来了？下山之后我一直跟踪萧瑾，发现今天他跟卢焕泰见了面，一定有什么阴谋，所以我上山跟大家报个信。他们准备行动了。也罢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我们也准备一下吧。关浩，把我的特殊能力分给大家吧。开始吧。哇塞，终于知道我这个凡人跟你们之间的差距了。关浩，把自愈能力拿过去吧。你现在还有伤，等你好了再说吧。
他们来了。是时候了断一下了。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个承诺。我说过，只要是涉及到初夏生死的事，就免谈。哼，真愚蠢！你，不自量力！杀了我，能解开你所有仇恨的话，那你杀了我吧，请不要伤害我的朋友们。我怎么会便宜你们呢？我先杀了你，再除掉他们。一切因我开始，那一切都由我来结束吧。很好。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？你放了初夏。关浩。那天在海银湾，你没有杀我，是不是对我还有感情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喜欢杀人，仅此而已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他死在你的面前。
我叫刘焕泰，从我的山谷里滚出去。你是谁呀？我是尤达。尤达，你就是以前逃走的那个特殊能力者？对，是我。哦，想不到你的特殊能力竟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。 难怪当年你能成功的逃走，所以不要与我为敌，不然对你没什么好处。既然你隐藏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继续隐藏下去？你帮他们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哦，难道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有什么目的？我只是不愿意看到我的同类被你赶尽杀绝。我跟他们的恩恩怨怨和你没关系，难道你不能不插手此事吗？ 不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就以你现在的状态，你想怎么对我不客气？好吧，我这次放过你们，不代表还有下一次。咱们走。不，我要杀了他们。萧锦，我一次次的放过你，你居然还要为难初夏？ 是我一次次放过你们吧，今天我让你俩一起下地狱。冷静点，回去再说。我没你那么胆小。小琴，我警告你，现在就跟我回去，否则待会儿会发生什么情况，你是知道的。你们等着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雪雪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给我去查查这个尤达，有关任何他的蛛丝马迹，都要查清楚。 找出所有一切对我们有利的资料。下去吧，把自己身上的伤好好看看。是。小锦，你等等。哎呦，我有让你走吗？他们是你的狗，我可不是。他们敬服我，所以听我的命令，而你。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我，但你还是一样要听命于我。没错，蝴蝶谷中我已经听过了。别生气，我只是提醒你，让你记住，在我的眼里，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分别。 是吗？嗯，他们死了，你无关痛痒。要是我死了呢？你也觉得无所谓吗？哦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别以为我现在受控于你，我就不敢杀了你。大不了，咱们同归于尽。现在死你甘心吗？任由你心爱的关浩。 和你那不成气候的妹妹，两个人在一起相亲相爱，你甘心吗？这样，我送给你一个礼物。大家都过来，听我说两句。我们今天的战斗看似赢了，但实际上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。怎么可能啊？咱们打得他们满地找牙，夹着尾巴跑了呀！小凯。 如果不是陆焕泰他终止了进攻，今天实际上我们撑不了多久，就会全军覆没。是啊，是达叔激发了我瞬移的特殊能力。可是瞬间激发特殊能力有两个缺点：第一，持续时间不长；第二，对达叔的身体也是一种伤害。接下来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，我也是。在接下来的每一天，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加强对自己的训练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恢复你们的特殊能力。 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。
说过，我会帮你杀掉初夏。你难道不想再次的取代他吗？卢焕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你只不过想让我抓住关浩，好让我们两个做你的药。哦，意思是不要，那就算了。不要就不要喽。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即便终究是要一死，我也要跟关浩死在一起。死我也要死得漂亮。可以去照镜子了。还满意吗？昨天的战斗，我们太被动。总是等着卢焕泰来攻击，他的计谋又那么多，我们会防不胜防的。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，我觉得我们这次应该主动出击。我同意江帆的，可首先我们需要想想应该怎么做。卢焕泰整个人处于变异中，强大了不少，我觉得他那么大的变化应该跟他的实验室脱不了关系。我想前进去看看。我陪你去。你不能去，在战斗中你的体力消耗太大了，什么特殊能力你都使不出来，你去会非常危险的。我跟江帆会小心的。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，只会成为江帆的累赘。你确定要这样吗？还是让我去吧。不行，你的伤势是我们几个里面最严重的。西元，如果你能把伤养好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先养好伤再说吧。大叔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有我的蜂王和能量石花帮助我恢复，还不错。那就好。你这次损耗了能量来帮助我们，大家都很担心你，所以让我来问问你。替我谢谢他们，我和你们也算是相遇相知，我总不能眼看着你们被抓走吧。不过因为你的出现而扭转了整个战局，我怕卢焕泰会盯上你。他盯上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身边不是还有你们保护我吗？相对还是安全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也要注意安全。你看这蝴蝶谷这么大，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偷袭。叶江帆那个小子捣鼓的那些监视器还是挺好使的，回头咱们在蝴蝶谷多布置几个，这样一来卢焕泰就算想找我也找不到了。大叔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我只是担心蝴蝶谷平静不了多久了。放心吧，就算卢焕泰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他也不会马上进攻，他的人也需要休养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了卢焕泰，他就算不来硬的，也保不齐会来软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也是有准备的。有你在，我当然放心。关浩，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。您说。我希望你可以早一点把这支队伍给接过去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想必你也能看到，这帮孩子对你非常的尊敬和信任。你才是这支队伍最合适的领导者。大叔，有你带着我们，这场纷争很快就会平息了。我的心不属于这儿。我说过，我和你们相遇是缘分，
我也只能带你们这一阵子，但是接下来的路全要靠你们自己。你才是这帮孩子真正的领导者，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，这可是你的责任。